不给。我们来搞。你们按这些。我们大。我们不管。哦。有机电路。哦，这一点哈，对，好，我轻一点，这些就不会了哈。所以这一点是吗？哦，那这个还是要加强啊。这个是对称点，刚好都在胸部，嗯，这个也会啊，嗯，哦，嗯哼，来这边下一个，这个呢，也会痛，嗯，哦，弟弟没工作，你得这边下来，我跟你怎么说他节一点，这里呢，也会哈，嗯，哦，这里这么长啊。肯定只有痛这里，这一点也是很痛。对，他从这里都很痛，昨天就是按到这里，非常痛，所以我说他，我猜想他胃肠也有问题的。所以以前都说没有痛，这个还蛮严重，所以那么严重，没不可能没有体伤的。我第一次找也没有找，这里也没有，但是昨天就开始找到这里就很痛，要慢慢按，这些体伤出来，反而对他是好。哦，你看他这么痛，怎么会不痛？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乳癌到最后会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很多都忽略了这些，然后。其实他已经有在提醒，因为他第一次来他就会胸部胀痛，我就怀疑这里不可能没有体伤了。然后我们说只有对侧有，对啊，事实上同侧更严重，有没有？当时候同侧说都没有，都没有感觉，那没有，现在很轻，他都在痛了。我现在连输完他都在痛，所以可见那个痛是。很浅层就可以按得到，根本不用出很大力。对，你说过了，他怕痛，我一直也在控制力量，但他真的有痛。没关系，我等一下，现在帮你按痛，等一下他们会帮你舒缓，涂姜粉泥，这整排涂下来，你就会松了。嗯，不要担心。这样还可以接受哈。这一点痛吗？还好。所以你真正的痛不在这里，是在这里，对不对？我知道你这一边比那一边痛，昨天也是这样。轻一点。好，那我就慢一点。舒缓就痛。嗯。这一点。这一点痛吗？这也有一点痛。也有一点啊。这里下来呢？还好。那这样应该这里也不会的。那这样就在这里。一般很痛的话，手肘受不了，还可以用这样弯骨。这样贴进去还蛮好用的。患者他轻碰也是比较怕痛，所以你们刚刚看我的手法哈。我他肩上就是上背部，尤其前三点，我是用坐姿啦，所以那个力道很轻。那接下来，因为乳癌患者他胸部会抽痛，痛多属他处体伤嘛，所以遇到这种在他们说可能他的上背部没有压痛点。但我实际上
找一找还是被我找到了、哦、一定都是有。那按推我建议、哦哦、对于患者怕痛的，你的、哦、按推的速度不要太快，来回不要太快，太快有时候患者会受不了，那个速度可以减慢，然后幅度可以稍微加大。所以你们刚刚看、哦、我在按推的点、哦、你们、哦、可以多看一下、哦、来回那个幅度会比一般人的按稍微大一点，幅度稍微大，那力道不会很重，因为手放下去、哦、只要你 正常的姿势，那痛点都可以找出来、哦、那所以我们说即便乳癌已经很严重了，爆掉了、哦、那你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大开关，一定要大开关先按完之后、哦、才能按患处找，在患处找、哦、压痛点。那我发现在大开关按完之后、哦、患者常常就会流出很多的哦，组织液甚至血液出来，所以大开关对、哦、这些乳癌患者、哦、的、哦、体腔修复是很有帮助的、哦、所以一定大开关是最最重要、哦、这个绝对不可忽略。好，那也就是做这位患者、哦、也示范了肩部还有背部原始点、哦、我在临床上的按推方法。好，那我们紧接着再来看这位、哦、乳癌患者，我们接下去的处理解说。两边做好，对不对？好，在旁边这两个也。我慢慢按，他那里的组织液不断一直在渗出，真的是要技巧。它会一直流，然后它如果积在体内，你像上次这种白白都黏住的话，它流不出来，你就惨了。它肿瘤就开始一直大，然后会从别的地方甚至爆出来。对对对。所以一定要让它清创，要让它有通道，一定要有通道让它出来。然后出来的方式不是要硬压，而是很舒缓的，哦，就是哦像这样舒缓的，你也不至于很痛，不会，对不对？那这样就会柔软，然后它里面哦，因为硬哦，它有压力，它里面有组织，它就会出来，这样把它挤出来。好。所以这个需要有一点耐心。我跟你讲哈、哦，你看哈、哦，连这里都有组织液流出来。对，你知道上次应该不是，我看都是以为旁边，结果我今天看都不是。你看，我这样一压，它就出来。对，它、啊、这个一定会爆。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让它流出来，对，将来它就会整个诱惑。谢谢，所以他的问题也蛮大，那个、调中温比较好啊！真的，早就应该要来了。他这个都硬了，他以为是在旁边，对，事实上不是，不是是在旁边，中间，那乳头中间那个都是组织液，就是里面。那所以他这里硬就是根部哈、哦，这些根部都已经很硬了。那从根部压，他组织液就跑上来。他这里要有管道出来，这里还在那。它已经烂得很深了，了解、哦、是这样，它有在长新哦，这里这个是好的，但这里是很严重，对，它这个还要一段时间，让组织液真的揉到柔软了，那组织也清掉了、哦，那这个时候就会像这种伤口，了解了解，修复，短期间不可能，你其实这里也是硬的嘞。我这样你都能接受哈？不会痛，不会痛哈，这个也是硬的。这边会比较痛。我这里比较痛哈、嗯，我轻一点。啊，这样啊，这样啊，这样也可以，这样，所以没有一定。啊，这样面积都蛮大，啊，只要固定。顶住，因为肉多嘛，指腹拇指指腹也是肉多嘛，所以用肉多的地方去啊，肉多跟它肉碰就不会痛啊，你不要用指节这种去顶，顶它很受不了。对，我没办法接受。按摩点是在根部下面啊，对，它整片都硬的，我整片都按，哦、把它按松，然后它为什么要按？
它按的时候，它循环会变好之后，它里面的组织液就流出来了，然后它就会变软。这样有没有比较痛？对，这里比较痛。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患处痛点了，这个一定要处理。啊，我教以前他们，对，就是用这样，对，那么大片怎么能顶？对，他也肯定是受不了，而且顶，他受不了，效果就出不来。这边，这只要有肉，然后贴着，紧贴着，你就是贴着。这个我没有教过人，但是我是看他的情形而变化，要不然我雅青我教他们是这样的，对对对，啊这样太面积太小，你看有没有？我这样整片下去，对，然后又能够达到大跟面积小，你都能接受，大应该就是会比较舒服，比较舒服，你看，然后其实手这样贴住它会有安全感，整个放松，你只要放。我这样你应该蛮有安全感，对不对？嗯。好，就这样，然后力量集中在这一点，好，这样他会很轻松。他，那你放松，这样帮他按，然后着重在这样。最后两只手都可以，这一边。啊，对对对，那我这一边你看有没有？我也在帮他按呢、啊。所以我两边都可以。啊，这样我效率，对啊，效率也出，你看血水也出来了，不止组织液，有没有？老久了，现在是变血水哦。是认为这样效果会比较大，我两边这样都用肉，但也没有增加你负担嘛，哈。这个手法是只有适合他，哦，真的，适合他，不是我每个是这样，我第一次这样按人家，真的、哦，哎呦，我看他太大了，整个周围都有嘛，好，这个也是蛮硬的，那里很痛，对，我现在。如果这边你看它这么硬，我这边就先不按，对，我就是这样，然后把它固定住，哦，这样。最痛的是下面那一个，好、哦，这里下面、哦，对对对对，这个超痛啊、哦，这里，这里痛，没有什么，这里会痛，对，好，哇，流出汁液了。它是从旁边的，这一次是从旁边的。它旁边是有啊。有啊，我知道。那我按到上面来，它旁边才会流啊。按下面，它是从乳头。把它拿开，要不然它会有些痛。嗯。我知道。这样揉组织液越来越多。对对对，嗯，把它，因为这些硬块如果揉松了，它组织液就流出来。我们先清理一下。很痛，我知道了。这里应该是最痛的，对不对？如果太大力，你跟我讲，这样的力量都还能接受啊。好 ，OK。有点痛啊，这里有一点痛。对，好，我这样整圈都帮他按一次，实在太硬了。因为如果这个手法太硬，硬碰硬，他肯定很痛。对，他现在是硬邦邦的。还有没有？是这里比较痛，还是上来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了解。那这一点还硬，还是硬的。最痛的地方把它摸上。啊，对对对，你来摸摸看，很来上来有没有很硬？嗯，这要揉到软，然后软它组织也会出来，所以这个就要处理了啦。然后它有一点点痛，但是你还是要把它轻轻的，哦，就是用肉跟肉贴紧着，这样给它一点压力。这个动作会比拇指指腹还要好，啊，因为它是贴紧，然后面积又大，它会比较舒服。哇，这里一按就都出来了，哦，这样都流出来了，这样稍微就软了。嗯，哇，真的很差很快，你摸摸看，这个比较软。哎，你摸摸看，差很多。哇，真的，嗯，哦，刚刚那组织液也出来了，它就不会紧绷在，啊，难怪你那么痛，这里都挤在。胀，胀，胀痛，如果受不了再跟我讲，啊，不要忍我。嗯。
最重要是这一段日子，它正在硬、正在积、正在爆。对，它如果不挤出来，不适时挤出来，它就爆了。嗯，啊、然后会越大，啊，你们会感觉，哎，怎么爆了那么多？对，啊，所以现在这些积的还蛮重要的。你这个根，你这里哈、哦、很硬，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硬。我先开始帮你从下面这里按推看看。好，这样痛不痛？不会。好，这里不会。那、啊、这里这一点，会不会痛？有一点痛。好、哦，这里开始。好，这里就开始了。好。这里很痛，我知道，我摸到这一点硬硬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要处理的。其实这一边痛，压了也是出来，这一边也是出来啊，这个就会慢慢软。组织越来啊，对，不是它痛点太多了，本来硬的，现在变软了，所以它就凹进去。你看看，这个就变软了，有没有？它本来是硬的，它挤出来之后，组织也出来啊，这里就变了。它、啊、上面这里还硬硬的，所以我想把这一块也把它揉软，哎呀，是这样啊。但是这个上来就会痛了，对，对不对？它硬的地方就会痛，是这样的。啊，你就是慢慢啊，然后你看，它一痛，组织液就出来了，对，有没有？很明显。所以哈、哦，这里也是痛。好，我看看，稍微变暖了啊。这个用，不是我稍微用拇指，这里用拇指。痛痛。对对。下面都变软了，我现在掖到上面，这里软软肉，就用拇指来解决这个。对，它本来这里也硬，这里松了，软了啊，但是这里它还在硬，这个不处理也不行。慢慢痛，我这样按，连这里都有组织溢出来，这个都没有用很大力，很痛。了解，这个是属于根部患处痛点，这个就是患处。所以为什么我说有些人一直要顶，不用啊，他真正有问题就这样轻轻按摩，它就有痛，它组织液就会出来了，这样就达到我们要的目的了。痛，嗯，超痛！你看这么一点点，它就超痛了。对、啊、对，因为我先从根部这里软了，掖到上面一样硬，啊，这个就一定是要用指腹的。它这里还没有按。哦，是。我稍微检查。对啊。这个越大的吧。这个雅青都有帮你按了、哦、你会哈、哦、紧个贴，这个 不,、嗯、不大会哈、哦，他有查过哈、哦嗯，他有按了。最近有进步，他说比较安全。他有按。对，那这样应该，如果之前有痛点，这样帮你按，他那个痛点会消失，那以后就不会积了。我帮你换个位置，可以。所以这些都没有痛点哈、哦，没有，那还好。这里就比较也是蛮大块的。我知道啊，但是有变软了呢。有真的有变软了。啊，即使检查出来，它立刻解决了，就不要让它。有诶，那这一边进步特别快，这个没问题。那这样，但是偶尔还是按一下。对。我说来雅青再帮他这样检查。现在这一边是好很快，没有什么问题。哇，今天变好软了，真的。这里啊、哦，真的，你看，这个整个，昨天还硬邦邦，这样不大会痛了吧？哈、哦。那好、哎。你这些都比较快软，这些都比较好。之前很硬。对你这里也硬到他们说哦，这里也有硬点，这些都慢慢松掉。现在这里都变得有比较有弹性了。昨天我这样按它也是痛啊。今天没有昨天痛啊。对，有松了。效果很好。昨天做的应该蛮彻底。组织液蛮多的。嗯，对，它。组织液出来很好。这些硬块一挤，它就出来了。对。但今天好像是从乳头嘛。对，都是这边，都这里，昨天是乳头，嗯、对，都是这些地方，昨天也是，现在应该也是乳头，你看乳头这里就出来了，对，
你知道，我以前我太太，对，就是乳头分泌，对，我们不懂，对，然后她也没有伤口，什么也没破，对，然后就有一个硬块，对，然后去给西医处理，就割了，割了半年，就说原位复发死定了，对，就这样死了，哇，真的是，所以她比你太太还轻微啊，对啊，真的，啊，就这样。哇，所以我他就是从这样乳头，我说哎，这个他们西医说哦，这个一定要检查，一检查完了，然后就割了，这里也割，淋巴也割，一般都是这样嘛，一次都是割两个。哎呀，像他这边会硬的话是一样，都是绷紧的，它随着、哦、这里根只要根部把它揉软了，它会随着软。了解，所以那边就不用。我昨天这里我也帮他按了。那可以。由他来按，然后他又涂姜粉泥，所以这些都这些细节都做到就没事。但是主要还是要靠自己运动。对对 对, 对啊，这个我有跟他讲。有有有，回去他所谓。就有点痛。这里痛哈。嗯。对，这里嗯，我开始就是找这些周围的痛点。对。这里痛。这里很痛，对不对？对。等一下哈，很硬，很硬。我昨天，这里根部哈、哦，有帮他加强，这里比较软，但到按到上面来，今天这里很硬。好好好。所以他这样很硬哈、哦，我一按他就有组织液了。你放心，像这，所以我说法无定法。昨天按根部的时候是整个贴，它这里比较柔软，我发现这一变成这一段很硬，它这一段比较软，所以今天加强这里。嗯。好。他昨天也是这边最痛。对，我轻一点啊，这样还可以忍受吧？嗯。好，我轻一点啊。这里还有几个硬点还没有揉开，它这里还是有，我想帮它再加强。这里也痛，对不对？对，很痛哈，忍一下哈。看看，啊，又软了，哎，这样软了，啊，真的，马上软了，软的这里都出来了，你看，有，真的，哇，这里刚刚很硬啊，对，这里流好多，对。因为它硬哈、哦，那个就一挤它痛，然后痛组织液就会流出来。它这里还没有，我刚刚这边还蛮硬的呢。对，我现在开始在帮它加强这里，这里很痛哈、哦。会一点点，一点点哈、哦。那等一下，昨天超硬的，今天已经算很好。受得了吗？可以。OK。这边没那么痛。哦，昨天你这里很痛的，这一边呢、啊？对。哦，这一边真的变软很多。组织液都出来了。所以它这样子，整个你看那个棉花已经吸一半了，吸好多、哦。这里，你摸摸看，这里差很多、欸。对，它这里很硬的，从这个身体，现在哇，哇，只要一挤出来哈、哦，它就会变软。是会痛？哦，这里会痛了哈、哦。好，那你忍一下哈、哦，会痛代表它有组织液了。嗯，那就是啊，就这样刺激它就会出来。对，就是硬，组织硬。硬，然后它会感受，哎啊，慢慢就软了，它就不痛。啊，你越怕痛，越不处理，它就越惨。然后也不能用蛮力，一顶他受不了，哎，软了他会收口，对，比较容易收口，硬不可能。对啊，你看软了就收口，这里有痛点了。了解，你稍微我慢慢磨出来，他就软了。但这样的痛可以接受嘛？哦，是。OK， 这样组织液跟血液都会一直弄出来。痛，这个还是痛点。嗯，这些，痛，这个我刚刚没，
像刚刚是根部，对，到上面它竟然还那么痛，所以这个好痛，可以换了这个，你手给我，好痛，我轻轻的，我轻轻，我开始轻轻，拿过来，好痛，对，你看它那么痛哦，你看这里血跟组织液就在这里，有没有？我一碰。就出来了，哦，出来过，那非常小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在根部周围，要找这个痛点，一定有问题，大一点。那你看，哇，这个就很明显，很痛。对，我现在正在刺激你那里，那里硬块还蛮明显的。这边都软了哦。这里都软了。哎呀，你看这边完全都软了。对啊。很明显的都软了。嗯。但这里，真的差很多，啊，已经流了也很多，所以我说流出来它就会变软。对，这里，哇，这里也有一块呢，哇，在乳晕那里呢，哇，这个很硬，所以这里有可能，哇，这也可能爆掉了，我看看它会不会从别的地方流出来，它都是从这里，这里很痛，对不对？痛。对哈，痛。对，哇，他这个乳晕这里，哇，甚至从这里就流出来了。嗯，这里也是很大问题，哇，这里，哇，痛。我知道，昨天没有按到这里，这里很痛。我今天才想这样摸摸看，哇，很痛，硬的像石块。哇，这一点也是痛，哇，这个昨天我都没有，都是乳晕的地方，这个是大问题，它这个可能都会爆。看看如果能流从别的地方流出来就不会爆，但如果没有，它可能就会找一个出口。对，虽然是把它挤出来，一定要挤啊，但是就是慢慢，因为它太痛了，所以你看哈，很多到最后整个扩散就是这样，这些硬块它。没有处理它就爆，痛。好了，分几次吧，让你痛一下。人流多少算多少，啊，这里肯定是要处理的。痛，很痛，很痛，他在忍我，我知道，他在忍我，啊，我已经没有用什么力了。痛。我想雅青应该也没有处理到这里，对，我昨天也没有，我不会怀疑这里有。好痛。所以今天这里确实比什么下面都还要痛。看他那个反应那么激烈。然后这一边我还没有按软，但也有痛，但是他这里是非常的痛。他说超痛。这个以前都是我的手法，就把它顶住，还用这两根指腹，这样贴住，这样力量还蛮舒服，它也有很大的力量进去。这里是真的蛮严重。嗯，对，今天这样找出来，这里真的蛮严重的，真的好痛，超硬的。这里超硬，我看我今天没办法。今天等一下用涂姜本泥的方式比较缓和。那大概今天就按到这里。哦，这里。好，我这里再帮你加强一下。好，这样都还可以接受。可以。你看那个哦，这么大的力你还能承受啊？那里那么小的力你就不能承受。那个很痛。这里很痛啊，这个超痛。哦，这样啊，之前你就知道这里很硬。对，就是这里。哎呀，可是一碰超级痛啊。对，这里真的。对，因为就不知道说要不要处理这里啊。要啊。这个就是患处痛点啊。对。我们找的患处痛点，因为以前关要从根部说不要碰，那就不用碰。这里在我看，因为它这里破，这里也算根部，所以我才会去查它。我一查，哇，真的不得了。对，还是要。这里。这里是吧？淋巴我刚刚有按，我按它没有那么痛，所以我说你用涂姜粉泥再加强就可以。那这个确定了。所以我发现这里还
亚青真的处理得很好，他这边烧得很快。对啊，他几乎没有。那一天我有硬块，现在没有了，软掉了。所以这个就可以确定了。啊，一开始都是硬块啊，不懂得处理就慢慢变这样。所以这边本来是有硬块。有啊，很大一块啊，这几天消失的啊。那个亚青处理的不是我昨天帮他按已经没有，而且没有什么。我只是把它推开而已。哦，跑出来了。但是现在跑出来是比较青色一点，之前是黄黄的。对，已经有改善了。对，对，对，对。它那个脏的东西也一直出来，这个地方。对啊。因为我怕那个坏一半就没办法用，因为那个姜是热的，所以它应该不会。哇，这里很多组织液流出来。对，流通的。这个就不用点点，直接按下去。是，直接按下去就好。好。对，谁有的？谁有你啊？那最后呢，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把那个姜粉泥啊那些慢慢就是扫进去，那个叶啊，就是不能够太大力，因为这就是太大力对他皮肤有伤害。它这里有一些就是黏住的，以后你加一点就是新鲜的进去，然后它就很快会变。扫那个 baby 的那个背部一样，这样很轻柔，很轻柔的那种。这个还有水，很多。那这些不用吹风机啊，全部都很干爽。好，这一边就差不多了。可以了。哦，我说那个真的不简单。对啊，真的不简单。张医师差很多，现在做下去哈。这个地方已经不那么痛了，而且这个地方那个脏的东西都一直出来了。这个地方真的，对，现在柔软了，所以我说哇，这个比较好。所以我说有时候太硬就用姜粉配的，只是这个真的要很有耐心。现在没有那么痛了，哇，不会痛的就好，对，就这样就好，柔软化。哇，这是最后收尾，那个时候特别收尾。这很舒服，这样很舒服，对，稍微这样。其实我们只要是每一个女志工都要学到。你知道哈，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女志工每个来看。因为到那个地方会痛，已经现在不大会痛了。好。好。就知道没有，之后那个是。啊，这一个意向，这一个。地上那一块也是稍微软了一些。我知道，这样一定会软，是一定。但就是我说的要。他要用一只手稍微固定一下。哦，那这只手。要不然他会跑。这样子帮他按。对，这个就是这样，嘿，这样也蛮舒服。是。我说只要涂姜粉，那力道又可以进去。嗯。所以我说刚刚。清创完，再配合涂姜粉，还又有一点力道进去，对它更好。这样就不会痛哦，不会。跟刚才差很多。哦，
涂了三遍了。要吹风机吗？不用，不用哈。吹风机在下面。今天应该也是蛮彻底。有。现在应该这个伤口周围应该都会热热的，是不是？是，这是你摸上去都发热了。对对，应该都发热了。那循环也会变好。这个不要了。所以专业跟你先生做的就差很多了，对，而且他不信我、啊，现在已经感觉了，因为痛我都把它踢开，所以我对啊，我觉得按他那里也没办法，很痛，他都觉得要蛮力才行啊。我不准任何职工用蛮力，这几个月整顿也是一直强调不能让患者太痛。好，可以了。家长尽可能就是温温的，运费到场打电话给我。是啊，啊你们在执行，怎么可以聊天电话？打电话给谁？记者。我们的保密层，好，我们刚刚已经把乳癌患者的整个做法都播了一次，那我来做总结一下。这位患者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爆开的，那爆开整个摸到他的胸部跟腋下整个都是硬邦邦的，尤其乳晕，我那个破掉上面那个乳晕乳头那个都是像石头一样硬邦邦的那到腋下跟上胸部那里乳头上面那里还是有硬块，所以当时我来的时候我的感觉啦，直接摸我认为如果再不处理可能爆掉会从这一个现在看到的伤口会连乳头到上面来整个可能都会爆掉那另外一个胸部就是它也有硬块，它按推也分泌从乳头分泌不明的组织溢出来，那很明显两边都有了，来诊断的时候已经确定，然后腋下也有一个硬块蛮硬的那面对这样的患者，第一个他来的时候有很多上面你们现在看到的他伤口是新鲜的肉，但来的时候都是组织液已经粘在上面了所以第一个就先把上面的组织液
先清干净，那再来找痛点。那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它几乎这个爆掉的周围整个都轻轻碰都是有压痛点，然后稍微按推它就很痛，然后在按推的过程中，它那个组织液就从那个中间那里白白的那里，它那个烂得很深，就从里面一直冒出组织液来然后带有少许的血液所以因为一直冒出来所以刚开始稍微用棉花把它沾着，要不然操作上它会一直溢出来是这样的那按推的方式我刚开始示范的时候是示范这个就是用鱼际还有腕骨那个肉比较多，因为它整片都是，然后也不能太大力，因为它很硬又很痛，你太大力它绝对受不了。那原始点是以患者能承受为宜，绝对不是越大力越好，所以让患者有一点点痛就可以。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患者来的时候他有陈述，他说来爆掉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一爆掉就是流了有连续流了六七天的血吧，流到他都觉得人很晕很累脸色也比较苍白这一听就知道了，已经算是属于重病。那重病你在按推他有痛的话会消耗患者的热能，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重病我们是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大家一定要切记。所以刚开始来我是先帮他诊断了，就是看他的痛点在哪里然后你们也看到了，先从背部先找压痛点然后把这些脊椎两侧的压痛点都找出来，包括他肩部延时点也有压痛点这些都找出来处理后然后再来进一步再来处理那个患者的那个爆掉的周围，还有另外一个胸部它也有硬块也找出来都同时处理所以它的部位蛮多的，处理一次下来包括涂姜粉泥都要一两个小时。好，那我来跟各位总结一下，它按推完都会马上变软，但经过一天回来它又会绷紧，所以中间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就跟患者沟通，第一个它会很快绷回来很硬，就是热能不够，所以就叫他回去睡觉的时候用那个远红外线照，但我发现照还不够，因为你看那个白白的那个很深啊，那个用棉花棒都可以伸到伸再伸进半指节进去啊所以看得出来，如果照表层那个鲜红的肉比较容易干，但里面那个深层的还是不行，还是会很湿，然后随时都会冒出组织液所以就在叫患者回去加强用吹风机，而吹风机我特别指定的是 Dyson， 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的风都往四面散掉，那 Dyson 刚好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那个热风可以直接集中的吹到我们要的地方然后那个风也比较集中，跟能够透到深层，那也是早期患者特别说的用 Dyson 最有效。那基金会最后也改用 Dyson 帮他吹，那也叫患者家属也买了 Dyson 这样吹，那就可以直接加强。那因为他很快崩回来，一定是热能不足，光靠按推绝对解决不了所以我之后有做一个尝试，就是我一边推然后一边用电热吹风机，那时候还没有涂姜粉泥就一边吹，患者的痛
跟我讲，比我平常在找压痛点那个痛，哦，那个痛感就减轻了一半。所以像这种重病患者，不要只啊，不要说推跟热源分开，可以同时。那我那时候是用电热吹风机哦，还有手帮他按，哎，最后我帮他按，他感觉这样的按，他就比较更能承受了。那这样对患者会帮助很大，因为你没有那么痛，就不会消耗很多热能。那患者现在情况也是热能不足嘛，哦，所以这一点哦更确定了。所以以后大家在哦，就是找患者的旁边压痛点，哦，可以考虑用电热吹风机，但如果没有也可以，哦，就是一边涂姜粉泥一边按推，哦，不要单独说只有按推，哦，像我现在这样是单独的。最后我们要求就是直接在周围旁边直接涂姜粉泥，啊，直接按推，哦，那这时候组织液就一直冒出来，那之后再用电热吹风机直接吹。好，那有些人就会问了，那里面一直那个组织一直跑出来，啊，又看到白白的，那要不要清创？我跟各位讲，如果他组织一直冒出来，不要清创，直接用电热吹风机，也就用 Dyson 的电热吹风机直接吹，啊，回去也是这样保养，清创都不要，然后这样保持干爽透气就好，绝对不要用纱布或是什么样把伤口盖住，哦，这个不透气，那个组织液，哦，它会，哦，在里面就会腐烂，啊，味道就会 很臭，哦，这个，所以，哦，要记住这些组织液不断的冒，不要清创，也 不需要用姜汤，哦，去把，哦，这些白白的，哦，好像要把它清干净都不要，哦，就是用电热吹风机把它吹干就好了。那刚开始来一定要清创，就是它表层那个鲜红的肉当时候是整个都组织液粘在上面，哦，那 这些把它清干净就好，但深层会冒出的，哦，组织液那些是 不需要清的，表示它里面是畅通。为什么要清创？清创就是怕，哦，那些管道，啊，被阻塞了。那它组织液都能冒出来，那代表它没有被堵住嘛。那这时候清创是多余的，所以直接用电热吹风机。那尤其患者很快奔回来，我就确定，我当时候就是叫他回去一定要照，还要用电热吹风机，就是我很担心他热能不够。啊，热能不够很快又奔回来，所以情况就很多就会恶化，也是在这，哦，那患者再来在处理的过程中，哦，我发现他，哦，那个体力确实不好，那我就叫他一定要强化运动。那我给他的运动是，当然他也可以，哦，甩手功，那些我都认为 OK， 但我会要求他做伏地挺身。那伏地挺身要求刚开始患者没办法做，他说以前也没有这样训练过，所以他只能用扶墙，扶着墙壁然后做伏地挺身。但我发现这样效果不好，所以叫他一定还是要伏地挺身，而不是扶在墙壁。但还他是没有很大的体力，所以他就开始在伏地挺身，但是用脚跪姿的伏地挺身，也不是用我们正常的伏地，也就俯卧撑，大陆叫俯卧撑，他跪姿这样做我认为也是不对，因为怎么样，因为这样做不标准，但对上面的锻炼还是不够，所以我说宁愿做少，但姿势还是要稍微要求，所以他最后就照我们一般的俯卧撑这样做，刚开始慢慢要求，刚开始可能做三五下，
啊，慢慢变早上做五下，晚上做五下，然后慢慢增加到现在，哦，早上可以做十下，哦，晚上也可以做十下。那这样经过，哦，他的一些运动啊、散步啊、甩手功，还有加强那个伏地挺身之后，哦，他体力就有变好了，就不会像以前哦，就是很容易累，然后走一下子就很累，那现在就可以走比较久一点，哦，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到重病患者，哦，原始点是认为有热人则生，无热人则亡，那体表现在外就是体力，所以当他流血说会头晕，人会容易疲倦，哦，甚至，走得比以前更少，哦，很想休息，这些从这些症状我就看出来，哦，一定要加强，哦，热能还有体力的锻炼，哦，那现在体力有变好，哦，现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处理，哦，虽然伤口还没有收啦，因为旁边还是，哦，反复的硬，那但是他体力已经渐渐稳定，那以原始点来看，重病的好转与恶化是先看体力，不是看症状。那体力有稳定了，就可以确定他那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也就是我们说有热人则生嘛，啊，有体力了就代表他慢慢有热人了，啊，那这个方面，啊，先稳定了，生命迹象稳定了，那我们进一步再来求解症。所以现在他每次来，哦，现在我们的做法就变得，哦，就公式化，在，哦，家里患者就是他如果留组织液不要清创，直接用电热吹风机，也就用 Dyson 直接吹伤口的深处，组织液流出来把它吹干，哦，吹到干，哦，那这样他回来的时候那个硬邦邦的就不会那么硬，即便有稍微崩回来，但是就不会像，哦，都没有吹电热吹风机或用远红外线照射，哦，都没有的时候，哦，它就很快崩回来，那现在有热源进去就比较好，还有加上他患者有运动也感觉到，哦，他也比较不会累，那这他每次来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脊椎两侧一定先涂姜粉泥，因为属重病嘛，先涂完三遍之后，然后再按推找压痛点，哦，帮他脊椎两侧的痛点按推开来，然后还有肩部延迟点，这些也帮他做好。那患处痛点，哦，就是直接现在不用找痛点，因为已经知道它周围都是压痛点，那就用涂姜粉泥，哦，涂姜粉泥啊，轻轻的轻柔，你们看那些手法，哦，都是患者，哦，感觉能承受，啊，又不会觉得特别痛，也就是不让它消耗热能，要不然你压得很痛消耗热能，哦，那就不对了，哦，所以一定是在患者能承受下，然后他在按的过程中那个硬块就会慢慢松软，然后深层的组织液就会冒出来，那做完了之后再来最后一步，就是用电热吹风机 Dyson 的电热吹风机直接吹组织液，那时候还湿湿的，有时候湿湿的你吹不干，先用 棉花把它吸干，这是可以的，因为它流的实在很多，先把它吸干，然后再用 Dyson 的电热吹风机这样吹，那慢慢，哦，也就是有时间就有组织液就吹，那这样吹，哦，不要担心它组织液会把，哦，那个，通道阻塞，不会，因为它组织液冒的那么多，根本不用担心这个，所以这个也让我体悟到我们中病在讲，哦，清创指的是体表的，但像那个深层的，哦，像，哦，他那个
爆掉里面生成的，那根本不要清创，因为它一直组织一直冒嘛，哦，所以体内的生成的是不需要清创，直接用电热吹风机吹就可以，哦，那这样就可以延伸很多重病，重病患者，比如说肺癌，哦，肺癌还有，哦，像子宫癌啦，哦，或是卵巢癌这些一样的，哦，我上次有做一个，哦，患者，哦，他子宫癌蛮严重的，那每次按就流很多组织液，而且那个组织液也是很腥臭的，那这样每次按我们也没有清创啊，因为体内你怎么清创呢，哦，顶多有时候会叫他，哦哦，灌姜汤啊，哦，灌姜汤，就是因为他子宫癌，哦，小腹很胀痛，哦，然后补充热源，哦，是这样的用意，而不是在清创。那这样他整整也留了8个月，最后，哦，总算因为温敷啦运动加强之后，那患者最后，哎，就好，哦，这个患者是目前情况还不错，哦，那所以在处理，哦，这个深层的，哦，一定记得体内的是不需要清创，不要考虑到清创。肿瘤是在外面破掉表皮这些可以，哦，或是，哦，皮肤病啦，一些，哦，伤口啦，流组织液啦，甚至血液，这些都可以清创。但体内像乳癌这种，里面都湿湿的，就里面湿的是不需要清创的，直接用电热吹风机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乳癌的，处理方式，整个方式，就如我刚刚讲大开关先按，那但是一定因为重病患者是先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不要颠倒了，这时候一定要强调热源。你看我刚刚讲的涂姜粉泥背部也好，还有在按推的时候同时涂姜粉泥，都是让患者怎么样在按推的时候减轻痛苦，然后热源又可以比较容易渗透进去，哦，对患者是有帮助。然后他流完之后最后伤口还是要用电热吹风机，哦，再把它吹干，哦，那平常，哦，再来叫患者饮食注意配合运动，然后，哦，睡觉也要用灯照，然后，起来如果有组织液还是要用电热吹风机，哦，花一点时间把它吹干，哦，这样患者，哦，整个的处理，哦，就可以慢慢松软。那这一个是比较严重，因为它另外一边其实本来也是有硬块，它稍微压从乳头也会分泌组织液，但是来了几次之后，那个经过一两次吧还是两三次，大概用姜粉泥直接就这样推，啊，我刚刚找的那个压痛点甚至都不用，直接就是在，啊，乳房的周围，啊，你直接涂姜粉泥，然后帮他直接推揉，然后推一推，最后组织也会流出来，然后整个硬结肿块也都会变松软，然后我相信，哎，如果这样及时处理，它就不会像另外一边最后越来越硬，然后最后就爆掉，哦，它现在另外一边已经都松软了，哦，那这个也提供给，哦，这些刚开始有硬结肿块甚至乳癌还没有爆掉，哦，事实上，哦，也不一定要沿着肋骨找啦，那早期我都是这样找，但是这样找有一个好处就是压痛点可以揉得出来，那现在你要揉现在已经很方便，直接涂姜粉泥，啊，沿着肋骨这样推也可以，或是在，哦，胸部的周围，哦，这样用，哦，姜粉泥这样涂慢慢推，那患者也会蛮舒服啊，这样硬结肿块也很容易，哦，慢慢消失，哦，这些都是，哦，提供给乳癌患者。那我们基金会我发现在做乳癌方面，哦，因为很多没有爆掉的如果经过这样做大部分都不会恶化，我们先不说恶化了，哦，因为它也不会最后根本也没有爆掉，
然后硬结肿块有些就会变松软，甚至缩小，甚至消失，哦，那这个是很明显。但患者一旦没有做这些，慢慢硬结肿块慢慢严重了，哦，然后到最后它自然爆掉，哇，这时候你在处理上，哦，就会变得很困难，因为它最后我发现那些痛点是整面的都在痛，哦，整个几乎，哦，围绕着胸，哦，那个破掉的伤口周围都有压痛点，哦，那这时候，哦，包括要照，要用电热吹风机吹干，然后，哦，让这些组织液，哦，不断的循环，那 这些都要花时间，而且流组织液流血液如果流多的话，患者有时候也会累，哦，这一点，哦，就是为什么我叫他一定要配合运动锻炼体力，还有随时补充热源。好，那这个就是，哦，基金会最近做的案例，哦啊，因为很多人都在问，哦，乳癌应该怎么来解决，哦，我相信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很多人，哦，他心中很多疑惑，哦，经由这样的操作，哦，我相信对各位，哦，一定会有帮助。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